吃不穷，喝不穷，算计不当，一世穷。你们这都一个师傅教的，你们。哎，春花，你这小日子过得倒不错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哎，我特想问你，禁区那黑市，你真不怕那帮宪兵查抄黑市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每天出摊都最早到，我还偏偏就选在中间待着。那宪兵一来，我把地上的布头往兜里一塞，立马就从卖主变成了买主。他们只抓卖的，不抓买的。这说出大天去，他们就算抓到了我，我手里也没货。我一孕妇捡着一破布头，他们能定我的罪啊？嘿，您真有高子，您哈哈。想逮着我，老了。可不嘛，你琢磨呀，还好您这站着啊，这是卖货的，这个等一来人一跳市了，这就买主了，这是逮不着，他没证据呀，对不对？你想他来那人。